我的赖切图已经正式上线喽，欢迎大家购买哦。还有啊，影片开始之前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影片正式开始。嗨，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私はジモモ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勋。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推荐频道啦。那这次的推荐频道是第八集啦。那我们第八集呢，来推荐谁的频道呢？那就是阿航啦。那大家都应该也知道，我的频道说明栏都会有放阿航的 hashtag 阿航的频道连接。那就是我有问过阿航，我可以帮他推荐频道还有 Instagram 嘛，他说可以啊，他就说很可以，然后就是有问过他了，然后我在这边再跟大家推荐他的 Instagram， 在 Instagram 搜寻阿航666 RHUNG 666就可以搜寻到他的 Instagram 哦。那最近还是一样继续推荐他的 Instagram， 然后他的频道我也蛮推荐的，因为他最近他不是最近啊，就是现在他都一直在专攻于 GTA 5的现RP 啦 ，5MRP，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他，然后多多看他的 RP 系列。那目前呢，他现在在拍都是那个胖海熊 RP 啦，就是我一直很想进去的胖海熊 RP， 但是一直没过，只能就是看他影片，然后知道 RP 里面胖海熊 RP 里面在做些什么啦。那之后他之后阿航之后有可能也会来胖那什么，就是兔头村啦，他一回到他一来兔头村，我就回归兔头村 RP 了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，也可以支持阿航哦，然后记得去加入他的频道会员哦。那喜欢我这部的推荐频道影片的话，影片下方点个喜欢哦，加订阅、铃铛，还有分享哦。那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那之后我也会使用这种方式出现哦。那谢谢大家。ありがとう。皆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。那我们下次的推荐频道见了，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影片到这结束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影片下方点喜欢以及订阅，打开二次铃铛，要求嘞。二次铃铛才会接收到我下一次影片或直播续集。那每周要是不定时发片直播，还有什么问题用 ，FB 粉丝团、YouTube 留言区、Instagram。都还有 Discord， 都是虚拟的，拜拜。